为汉子掏的钱没有什么害羞于见了。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等待救援队。Use the tsunami to solve the demolition problem. 老子要平民！这到底是个什么怪物啊？啊！杀了上百人，号称非洲的捕猎之王。我们是不是要死了？人都会死的。现在。